时间差不多啊，等下有人要下班啊。哦，你安静。好，那呢，我先去办你交代的事。姐，人踮伫遮，是创啥？哎，小英啊，哦，你哪来？你真少来球场找我咧？有想啥代志啥？无代志就袂当来找你哦。我是看你这两天啊，重新转去公司上班，啊，都唔知你身体敢会堪持？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回头我永远无代志，都来遮哩。啊，然后咱就做伙来去菜市啊买菜。暗时我煮好料来替你补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感觉小可忝啦吼，倒来坐好啦。好，来，我扶你啊。哎呦，小可头晕，小，拄只天星划过的时阵，我竟然感觉足讨厌的。是啊，我唔是挑工甲你杀开的啦，我就拄则就是惊着啦，而且我拄则嘛差钱啊，都互你又跋倒安尼，所以我才会。好啦，我看啊，以后你也是卖管公司的代志啊，哦，也是直接踮在厝做你的女主人，哦。照顾珊珊，照顾我就好啊！那安尼公司是要安怎？这几年，若不是因为我伫遐顾前顾后，公司的业务进展根本都袂这么顺利。是啦是啦，你有话用心哦，我拢真清楚啦。以后公司的代志就袂遐尼辛苦啊！也无需要你操烦遐尼侪代志，公司的代志自然会有人替你做。无你即卖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对我不关心吗？是嫌我无甲你照顾好势，还是无甲正英照顾好势？我毋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你就是告诉我，感觉公司的代志是抢你的权。我是你的家后呢，是因为你的身体无好，我才想讲要替你甲你拍拼一世人事业，过好势。结果你今摆煞颠倒怪我无够贤惠，既然你无法度体会我的好意，那安尼咱规个离婚？啊？你今摆是咧？你是咧讲心内话哦？你真爱跟我离婚？除非你答应我，让我继续管理公司，啊，那无你就是无信任我。那恁俩何必阁继续互相拖磨？小英啊，你讲一寡道理好无？咱阿老婆，甲你管理公司是这是两回事呢。你，就算讲你离公司无职位。我的财产，我赚的钱，你拢会当开啊！我袂亏待你啊！你俩村公，我是贪图你一点仔财产哦。就算讲你阁给我几间厝，嘛无法度弥补我失去的一切。不，你是失去什么啊？我失去的是我的青春。我伫我人生上美丽、上妖娇的时阵，我煞奉待你这个老人，你敢知影？我的心内有偌万分，我偌想要吐。秀英啊，你即摆应该讲的是气话对啊？咱阿公婆遐尼侪年啊，啊，咱的感情这么亲，你是咧？
情，你要跟我讲感情？就问一下吼，都凭你这位大礼拜拢爱捏白头鬓，出去用要爬袂落的老人，你是有倒一点会当让我介意你啊？我会介意你，大天安尼困到高高叫，害我困袂好势。还是介意你大天拢倒伫个碰伊看电视，感觉你食到肥猪猪巴肚这么大坑啊？我伫厝，逐天三顿拢是你煮给我吃的呢。你若嫌我肥，你是安怎？搁逐天安尼大鱼大肉，创啊安尼澎湃？你讲咧，是安怎？医生讲你袂当食大鱼当咸，我煞逐天拢藏好料给你吃，你家己敢当想无？你是条狗，我管伊煮，你买当不爱吃。啊，不过你就是贪，想要吃好料，搁想要有比你搁较少年查某人陪伫你身身边，啊嘛无想看卖，你这是啥物傲骨身体？连我陪你去爬山，我看都还袂老，你都穿个用要翘起。还是我干哪会当陪你留伫个凉亭吹风，看别人一个一个拢爬得比我搁较快，安尼有啥物意思啊？伊连上悬上美丽风景拢无法度予我得着。你安怎？连想要甲我应，拢无困难。所以讲嘛。啊，像你这款查甫人，无啥物路用啊！我哪有可能会爱你？你这个人吼，自头到尾，予人看介意的，啊，干那一点啊，就是迄一点仔臭钱。你就是为着钱，才甲我做伙？无唔对，自我认识你到今嘛，我唯一看介意，就干那你的钱。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本来啊，我要是有安慰我家己，我把我上宝贵的青春拢赔予你，去换你名下遐个财产，嘛算是有价值。甚至我嘛捌想过替你生一个后生，咱好好过日子。谁知影？你若是怪我，我害你袂当生气，不要紧啦，我会当弥补你啊！哪能你想到要给我赶离开公司？我，你嘴会讲好听的弥补吧？不过你明明都知影我想要爱是啥，你煞唔肯给我，你分明就是在糟蹋我。安尼你也袂当跟公司袂好别人啊！我袂好别人，先替公司赚钱。那是因为，莫搁伫我面头前提起带甲任何一个人。你明明就知影，我少年时阵，你带我受过偌济侮辱，都伫带王老生到几年前，还是用伊的下颚咧甲我看。我有偌怨恨伊，敢讲你一点仔感受拢无？我不是感受袂着，我知影你一直咧迫害。因为个珊珊的感情，我是个忍耐，拼性命的忍耐，人是我才对。公司要搁有公家，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，是凭啥传开来的？跟我抢啊！安尼你嘛会当，你嘛袂当去乌公司的钱。你拢发现啦？不是要搁温暖，哎，我总是爱替我家己留一条后路啊！我感觉我真正要后半世人拢浪费在你的身上啊！你，你，啊！
哎呀！你看啦，伊连徛嘛徛袂在，啊，想要给我生水皮嘛做袂到，那是平常认为有查某人会真心爱你啊，特别恁这款身体，要给查某人幸福都做袂到的。哎呀，我的心痛呀，我的心。就是，我是因为不甘你的吧？不是，是因为迄当阵我啥物拢未摕到手。啊，不过，即马都无共啊。我摇啊我，想要摇啊？叫我，叫我给你摇啊吃。这能冻到今嘛？讲起来吼，你这几年啥物好料无食着？你搁去打小白球，去唱歌，应该过好日子。搞你看我，搁有啥物无关照的？爱人命。小朋友啊，我恐怖的都是无钱的日子，你叫我，我答应你，我袂亏待你，我答应你，我袂甲你计较，你叫我，我的人生上宝贵的青春，拢毁在你的身上。讲起来，我真正是有淡薄后悔啊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我真紧都要得到自由啊，我就会当去追求属于我的爱情甲幸福啊。只要我人离开这，当作唔捌来过，
就真正自由啊！天心，你讲你爱我，你讲咱翁仔某感情深，那呢？我想要拜托你，这最后一件代志，爸，我自由。喂，珊珊，我人伫个公司，啊，你对？啊，林爸爸，伊若是人忝啊，拢会走去 VIP 休息室，爱就去问遐个服务人员看卖。应该无把什么物件放袂记了。欧巴。